为着追求美丽的幻影，迷失坠落一座不夜城，为着追求梦中的繁华，不甘不愿，想要改变运命。是你伤着我的心，才知痛；是你打醒我的梦，才知惊。放弃了后，后悔全无。我去找头路，三番两次捡奇怪偷鸡的鸡爪呢，原来是水莲甲阿平师的阴谋。两个人想尽办法要将阿罗赶出庄阿头，最后车滚一半，阿平师将阿罗的车当去归家做事，安尼要创治较方便。想要到对敌阿罗的身躯边的冤魂，竟然甲归家有关系。我刚才想要见我好死一面，唔知即摆人搬去倒位去啊？你甲我问好不？你有后生啊？我过身的时阵，伊还袂满月。这桩代志爱为二十五年进前讲起。我叫小朱啊，是过家的细里，家己把迄一年我都有心啦。这摆生啊吼，安尼至少嘛较歹出门的啦。我知啦，多谢大夫人哦，一直这么关心我。唔知我生的时阵。老爷敢会好转？你放心啦，伊这么疼惜你，一定会挂断啊！夫人，夫人，我来甲你立相等啊！老爷死啊！哈？老爷的棺材在遐运断来半路，老爷敢来留一封遗言书？啊！我的馒头，娘啊，娘啊，我的馒头在街上走啊！听到老爷过身，我的情绪伤过激动，囡仔还袂足月就出事啊！啊，不过我却因为太过思念老爷，身体愈来愈歹。你人有较好无？自从老爷过身，你都破病到即摆，啊，大夫开的药仔拢无效啦。我的身体我知影，支持无偌久，我还有一个心愿，要咧把这个囡仔吃大，做伊阿母。我知影我的身体已经无遐大，我把囡仔交代给我最相信的大姐水莲，我就随老爷去啊。现在真无简单才回来，啊，不过却找无人。好啦好啦，我替你问啦。我一看到你这尔想要找囝的心情，我就想到我家己的身世。我是一个孤儿，反正阮阿母，伊嘛足想要看到我的。我若是能帮助你，让恁母仔囝团圆，嘛算是做功德啊。多谢你。啊，对啦，恁来到即马才想着讲要找恁囝，因为我过身了，唔知谁把我的金刀翁仔封印起来，害我拢无法度离开金刀翁仔。那无，我早就当来找阮囝。所以，你一直把我对调调。对啊，啊，不过你也看袂着我。今仔日唔知是安怎，你又让我看得着我呢？今仔日我有加奖加。加着吧，花，敢会是我的花去捌着你，所以我才看会着你啊？有可能哦，我一直想要甲你提醒，你的身躯边有人要甲你害。参像你迄天啊去印头路的时阵，你的鞋仔会歹去，就是有人超过伊挂破的。是谁安尼做啦？我嘛唔知呢。多谢你啊，
我会更加注意的。啊！我拢要替你问啊，你即马是咧哭啥呀？自从我过身了，老伴甲我拜过，连一顿饭都冇食过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哭了啊。你都莫怪我，我替人的钱财，替人消灾。阿龙啊，你有在内底无？哎呀，我讲过头啊。嗯，好嘞，搞早搞早。是嘞啦，我困过头啊啦。哎呦，无要紧啦，我知吼，你昨足忝的。来来来，啊，你无去食早顿吼，我准备吼这早顿，甲你烹来只，互你食。哎，紧食紧食，哎，食食吼，才有气力吼，好做事啦吼。紧食吼，啊，同个。借问一下吼，25年前。才刚好带一个查某人，甲一个红孩啊！你问这要创个啦？我无啦，我拄好有一个亲戚哦，敢那熟识较早的厝主啦。伊哪会凶凶问起头家娘的代志啊？唔插伊啦，等你唔爱食完，目睭都青咪啊！啊，我的任务嘛完成啊！我嘛唔知影，啊，当遐久的代志啊。搁再讲哦，这间厝哦是人介绍我买的啦。好啦，你莫问较济啦，紧食啦。好。阿龙啊，我做宴会啊。啊，你哪唔食？哦，这伤烧啦。我等伊到冷来才去食。好啦，好紧食食食，开了都做工开啦。啊，我代志我先出去啦。多谢头家。真正是因为火的关系，咱两个才当见面。那安尼以后，我就知影安怎请你出来啊。拄则我有替你问过啊，阮头家毋知影旧厝主的代志。多谢你，我拢有听着。啊，你昨昏讲拢无人甲你拜，今晚早顿哦，互你食，有鸡腿哦。多谢。你莫哭啦，莫哭啦，歹势啦，我无替你问着囡仔的代志。我想要拜托你一件代志，敢袂用把我的金刀红啊摕倒来台底花园内底？虽然即摆我找无我的亲人，啊，不过我想要待伫我家己住的厝内底，无得卡，有一天我的亲人若倒来。我就应该见面。阿老啊，你当作讲啊，你未来大片的只，我就无得甲交步，啊，找到转来是啊。清清，地灵灵，无
主交婆，说说来讲明。我阿青才是你的主，任堂公公对唔对主，告诉人强大的主。哎，你也更唔细心啦、啊。我找到你吼！阿爸！阿爸，你先看，看我的。啊，好，多谢。啊，我们开始。阿爸，你是来家送啥？这支就阿叔唔知影讲我来看阿乐啊吼，咱甲改运改了吼，有较起色，运气有较好无啦？阿爸，啊、你真正对阿乐足好个呢，那安尼，你是不是答应给阿乐做你个囝婿啊？食个饱，听我，行转啊！阿爸，转，三更半夜啊，这大面食啊，查某囡仔来。专工去送过来用吃，改名啦，叫三八的啦，什么讲法？谢老啊！嘘嘘。原来伊无食，不怪伊无代志。啊，敢讲伊拢已经知影？无可能，头家娘，你先卖着急啦。我是要怎卖着急？伊今仔日会拿出去，就无甲你讲啊。我想，伊已经开始在准备你要对付我啊。不用的，咱一定要先出手。到底是什么款冤仇，要逼人去行绝路？阿罗啊，根本都唔知影家己身在危机当中呢。一心要帮助可怜秀珠，秀珠当年是将囡仔养托个大少奶奶追怜，想到如今过嫁，煞无看这个后生的人影，也又过是啥人这么雄心来封印秀珠的金刀王？阿老啊，因为水温甲秀珠来结缘，伊敢会亲手来解开这个秘密呢？都待在家啦。是阿罗的新对象，而且因袂当予人看到，才来偷偷约伫遮见面。阿爸，阿爸，咱来转啊，我无想看啊。金大王，真正有我呢？是谁心肝这么凶，要安尼对付你？你放心啦，虽然我无问到厝主的代志，不过我只要把这提问人，一定会当找出是谁要对付你，把你封起来。凡说你的冤仇人，会知影恁囝在倒位呢？不过你安尼会伤危险呢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做注意的，而且你这么厉害，你来保护我。原来是安尼啊。阿拉我抱迄个金大王，应该就是胶布。只要我把金大王我带动啊，胶布就当等在我身躯边。
我是没有什么借口，可以当去大片刀、锤卡跟刀硬啊啦。土豆，我问你哦，阿罗啊是不是有新的对象？啊，无听你讲呢，安怎？我说什么？媳妇啊，媳妇啊！前辈啊，老大，媳妇啊，是安怎啦？哪会唔错无啊？唔知啊，啊拄只够好啊。啊对啊咯，啊你今哪有闲啊？我来替头家买新马片啊。卖讲吼，前辈无甲你斗相共啦，买新马片啊。我替你送来去大便的遐，我跟你讲，阮查某囝对你有真大的误会，赶紧去拜会一下啦。啊，清兵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先来吼。啊，清兵，我。公亲，进去，好，好，进去，进去。嘿，当你想讲吼，无我到入去大便兜，这个办法就对啊。这个是嘛？大便啊！老朋友，老朋友啊，无人啊，上好机会啊！头家娘，阿老阿已经转来。怎叫伊去做？我即个一定要阿老阿，互人关起来，互伊永远唔敢来了。好。我送伊新马片来啦！什么啦？你对我有啥物误会啊？你莫唔插我啦！哎，你放手啊！既然你有新的对象，那呢，我嘛袂妨碍你去约会啊！三，我啥物拢看到。啊？什么对象啊？啊，我拢唔知啊！阿乐啊，你到底甲啥物人约会啊？哎呦，这甲你无关系啦！什么啦？你明明知我介意的人是你，我哪可能甲别人约会啊？我明明就看到你甲别个查某囡仔伫咧外口约会，你搁讲无？你是想要谁甲打谁准哦？我唔信嘞！哎呦，恁大家听无我讲话，我是要替阿老阿解释啦。伊咧，我甲你头讲啦，伊唔是人，伊是歹物啊。啊，不过伊足善良的，伊袂害人。伊捌甲我斗三工，伊想要找因囝，我咧甲斗找啦。真是的啦，你还是相信我啦！我是清白的啦。阿爸，清白啊！这一切吼，拢是有人甲我瞒我的啦。刘毅，你敢做出这款见笑呆，我就要抓你出油鸡啦！阿爸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阿爸不输鬼啦，伊食我豆腐，偷看我外衫啦！哎，莫听后辈讲啦，你无想看吗？你这身材敢那水光的哈？看你外衫，我都唔是哦，惊唔知咯，目睭拖累去。清白啊，你莫伫遐死硬的嘴白啦！阮头家娘哦，已经对你作人质啊，无早就甲你送寡妇啊。大平的啊！你家己哦，无做吞的代志啊，唔通叫我吞啦！我无做代志啊，我凭啥物在遐承认啊？安尼讲嘛是对啦。清白啊，是白富万岁之身，
若是想要把代志办清楚，不如去给林江请万岁爷做主。对啊，我相信阮阿爸袂做这款代志，万岁一定会给阮阿爸清白。好啊，行就行，想行想。大皮仔，将人押去洪林江。是，押行。既然袂当入去，你着安心的待遮等。你看会着我？你详细看卖，我是啥？你是？白虎万岁！万岁！林秀珠，你去。你甲你后生缘分爱袂深，真紧恁母仔囝定当团。人讲三分人事，七分天。平湖万岁再度预言，秀珠两母仔囝小姐的愿望，敢会变成真？到底当年秀珠脱稿了后，国家是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明仔台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冬季赌万金竞赛。心痛。